Thank you.
逃起来了。好嘞，撤！时机正好，打靶时间，到此为止。这可不够，空中接力，好嘞，咻！走你，闪电就位，咻咻。有备无患，咻咻，好嘞，尽情奔涌吧，星辰的铁流，是时候团队作战了，你时间大起上来，别客气，各就各位，统统消失，打不中，呀吼，天罚时刻，好嘞，闪电就位，奉陪到底，完美的句号吧，嘿，努力跑，咱俩一起点火，去把他们星辰敲醒。有啦，
似乎是倒下了。看来只要合理运用战术，击败他也并非没有可能。哼，不自量力。不对，他还没有倒下，而且他的体力条还有几十条，咱们刚才击败的只是他的生命护盾。没错，你们见识到的力量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。危险！没事吧，寻梦者？不行，战斗力差距太大了，就算找到战斗的窍门也无法弥补这份差距。难道真如他所说，只要数量多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会变成一道无法越过的沟壑吗？还不肯放弃吗？你们应该已经领略到歌鸣工作室的先进性了吧。刚才的战斗中，我其实使用了众多游戏技巧，还学习了各种攻略，只要使用的样本足够多，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的答案。可恶，你就这么不想输？难道你是别回头看工作室的股东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个普通的玩家。那你为什么还不放弃？难道你没看到我制造的关卡内容多丰富，画质有多好，美术有多漂亮？凭别回头看工作室那点产能，怎么能做到我这种高速产出？承认吧，人工智能才是未来的潮流。说实话，人工智能制造的游戏到底有什么优势，我实在是搞不太懂了。守护整个欧夏的游戏市场，这么大的责任我也担当不起。我只是觉得游戏并没有优越和低贱之分。的确，我不否认技术的提高给玩家带来了更好的体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画质更好、体量更大的游戏更加优越。我玩过很多别回头看出品的游戏，我不能说他们的游戏就是最好，我只是在其中体验到了制作人为玩家构筑的梦。于是我也想要实现自己的梦，想要像游戏中的主角一样主宰自己的人生。也许说出来有些矫情，但游戏中的经历确实在潜移默化中激励了我，让我有了做梦的勇气。这次比赛里，我收获了珍贵的战队队友、难忘的战斗经历，能够将想做的事情坚持到底，这才是游戏带给我的东西。我答应了大家要赢，那就绝对不会认输。所以此时此刻我必须击败你的理由，并不是认为你做的游戏不如别回头看优秀，也不是因为我偏向欧夏，仅仅是因为在这场比赛中我是队伍的队长，我答应了我的队员们要一起成为飞向欧夏邀请赛的冠军，所以我绝不会就此认输。绝不会就此认输。绝不会就此认输。队长，我们来支援你了。哎呀，真是热血沸腾的演说啊。老头子，我听完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90岁啊。我们知道你们正在苦战，于是叫上大家一起来支援你。大家都是来与歌鸣 GPT 战斗的，请让我们加入战队吧。寻梦者队长，大家当然可以了。多亏了大家的支援，我现在想到如何战胜歌鸣 GPT 了。什么？你们看，既然参赛者们都找回了账号，也就是说歌鸣 GPT 所掌握的账号数据，从我们打败那些量产敌人开始就没有再增加过了。可是他还在源源不断地生成新的关卡呀。他自己也承认了，那些新的关卡是用我们闯关时产生的新数据制造的，也就是说虽然写着无限，但实际上这个无限是有存在条件的，必须现场收集新的数据。他现在唯一的优势就只是棋子数量很多而已。那是相当相当多呀。只要我们不给他收集新数据的机会，那么他手里的棋子终究是有限的，终究会有耗完的一天。可是在棋子耗尽之前，我们就会被他打倒，成为新的数据来源吧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好了。只要把所有的玩家数据汇集到一个玩家身上，形成一个比现在的歌鸣 GPT 量级更大的究极个体，那么歌鸣 GPT 就再也无法通过补充数据进行成长，这个究极玩家就能堂堂正正地击垮他，对吧，寻梦者？那别挨了，成为究极玩家的人选除了你还有谁呢？你可是我们的队长啊。是你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，自然必须由你来接下大家的力量。虽然论绝对实力现在还是我的账号更高一点哦，不过你的成长性确实更值得期待。可是别可是了，寻梦者，
既然是在游戏中，那么不妨浪漫一点。虽然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不真实，但我们的旅途并不是虚假的幻想。一起踏上冒险，抵达顶峰的经历，正是我们书写的故事。而故事当然要越宏大越跌宕越好了。勇者和他的伙伴终于来到了不可击败的恶龙面前，为了人民的安宁，伙伴们把力量注入了勇者的剑中，创造了奇迹。多酷呀！等等，虽然我是最终首领，但擅自让我来扮演恶龙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？别插嘴，这才是游戏啊，用浪漫的童话叙述生活，让梦中的冒险成为现实，让大家知道愿望并不是妄想，奇迹是存在的。承载起大家的愿望吧，寻梦者。我们不在乎结果，我们在乎的是我们做到了些什么。让我们成为故事中的人。大家，我明白了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故事中的人。上吧，寻梦者，带着咱的力量，一起为这次的故事贴上结尾。